不管，先不管，人机打他干什么？去找活人。两个人的，我都不想打，还是打了吧。我才打八个呀，我也没杀多少啊。二十多个，剩下好几个挂呢，不着急，等会儿先打加多舒服。我这20来块钱一周，不知道你那卡盲有没有名字 AWM 那个，天卡也是10块钱，天卡10块钱，天卡10块，就我这个这么变态的都才，我这个有变态功能都才一天不到10块钱，一周才24块钱，还凑合吧。虽然看似杀人杀多了，但是又是好几个举报。虽然我不在乎，但是注册好麻烦的，注手机自己战场注册了。我最喜欢开车的人，打起来毫无吹灰之力，都不用担心打不到，开车的都是好人。啊，看出来就看出来呀，他要是有啥不服气的，他打我呀。